现在我想介绍我们最敬爱的林连玉先生。林连玉先生不但是吉隆坡的人敬爱他，全马所有的华人，除非他是没有良心的，哪一个不敬爱林连玉先生呢？教总成立以后，林连玉先生是一个中心人物，他可以说是赴汤蹈火，也可以说是身先士卒。各位，现在我站在此地，最主要的一件事，我是要证明一件事。证明什么呢？证明我林连玉经得起考验。我受到严重的打击，到现在整整20年了，从1961到现在，我呢今年80岁，难得上了高寿，变成叫做寿星公啊！我不久就要去到阎罗王那边报道了，可是我经过这样的时间的考验啊，我说我的头上是天，我的脚下是地，我林连玉顶天立地。堂堂正正的做人，我不便接投降，我没有水头上气，我没有逃避走开。好，谁都知道我没有罪的啊。好，那么我们古代的圣人教训我们说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，我是炎黄的子孙，我受过5000年优秀文化的熏陶，我不辩解，不逃避啊。那么好，我们的古圣人告诉我，是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。现在我不怕自吹自擂，我做到了，我威武不能屈。今天晚上这样大的场面，
使我非常的感动。原来教宗在我们华人心目中的地位是怎么样的崇高，受到这样的尊重，给我们几个老头子也分沾了光荣。那么我觉得礼尚往来，你们这样冷静地对待我，我应该要有回报啊。你看著名的书画家李嘉耀先生拿出他的墨宝分给大家，我呢两手空空，非常难过。我是穷光蛋，我想大家会原谅我。不过在我来讲，穷人有穷办法，我可以做一次不要本钱的生意。什么不要本钱的生意？我把我们姓人的歌言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，当作礼物送给我们的子子孙孙。我希望接受这种礼物的人要很多很多，不要用钱来算，应该用万来算。我更加希望大家有良心的华人手牵着手，心连着心，撑着民主正义的大旗，发扬民主的正气，维护我们民族的尊严。我要告诉大家，民族的文化是民族的灵魂，它的价值跟我们的生命互相比重。我们围着保卫我们的文化，我们可以让人家在我们的尸身上踏过，但是我们不能够忍受人家的剥夺我们的神圣的权利，不允许伤害我们民族的自尊心。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，你要谈什么公平，谈什么团结，我们的信念是什么呢？多彩多姿，共存共荣，凡是违背这个原则的都是假话，我们不相信，是骗人的。顺便我要
借这个机会向爱护我的同胞们深致谢意。当时我的饭碗被摔破了，我的臂被封起来了，我的生路完全断绝了。我实在有饿死的危险，如果我真的饿死，人家可以拍手叫哈哈，杀鸡叫猴，说你看林连玉的下台。可是我们的同胞太爱护我了，太支持我了，物质上精神上使我感觉得非常的丰富。今天20年我的身体很健康，我做了手生工来这里跟大家见面，这都是我们的同胞爱护我支持我的恩赐。所以我在这里要说一声多谢多谢多谢，祝大家晚安。